一片花海泛了一身把牵挂记在我心怀，月光直到我的思念，心上的人啊何时才回来，我天上的云彩，心随你
共分为四个部分来学习，先来学习第一部分。五、两、七、八、一、二、三、四，退。五、两、七、八，手向下。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两、七、八、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两、七、八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两、七、八。在这一部分当中要注意的第一个问题，就是在第一个八拍和第二个八拍的连接。退回来，手不直接起，经过下弧线，再向二点方向延伸，经过下弧线再延伸，一个手的路线的问题。还有五、两、七、八，第四个八拍，经过提腕延伸，提腕不动，提腕延伸。第二部分，五、两、七、八、一、二，和第一部分的区别，请看三、四、五、两、七、八，一样的动作，经过下弧线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两、七、八、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两、七、八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两、七、八。第二部分的第二个八拍和第三个八拍和第一部分动作是一样的，区别刚才在第一部分当中萱萱老师已经讲过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有两个快的连接。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要注意问题，就是不是手带动，腰带动。还有一个不同点在哪呢？第四个八拍注意重心，重心在前，重心在前，左脚先动，所以只是在转重心，重心在后腿，重心在后腿，注意重心的变化。第三部分，五、两、七、八、一、二、三、四，退。五、两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，四个方向。五、两、七、八，同样的动作。三、二、三、四，退。五、两、七、八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在这一部分当中呢，只是第一个八拍、第二个八拍的动作，所有的动作重复一遍就可以了。脚底下的动作，跳，一、二，预备，起，吸右腿，左脚先上步，一、二，颤，吸，退步，五、两，退步。在这一部分手的动作就是向左甩一圈就可以了。说手心是什么样的，就感觉甩过来
拉伸手臂就可以了。预备，起，左脚上步，一、二、颤、吸、五、六，很简单吧？最后一部分，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一、二，脚没有变化，三、四、五、六，重复动作，八、二、直接还是右脚，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在这一部分很简单，就是我们在脚上没有变化，再出一次腿就可以了。一、二，再出一次腿，三、四，再一次，预备，起，一、二，上步，三、四，永远是右脚在前，中间的过门。今天的舞蹈小常识呢，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黄手。黄手分为大黄手和小黄手，一起来学习一下吧。大黄手已经教过很多次了，手心向外，反面到最上方，吐气。那小黄手是以什么为轴呢？手腕。小的大黄手手臂，小黄手屈臂，小臂为轴，手腕带动。小黄手和大黄手的区别，你看出来了吗？紫蝶老师的舞蹈总是那么的优美，所以我们在跳这支舞蹈的时候，要把自己长长的舞蹈的姿势、动作、延伸一定要做到，美感就出来了。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，周五再见。